是打幽灵联盟所发生的事。他死掉了，他死掉了。不打他雷托一个单片有3000。哎、欸，乱讲话，好狠！他死掉了。哎、欸，这个主播搞事啊！啊，怎样啊？大家救我一下！啊，这感觉最后一直要刷很久。干死我！无情嘲讽。可恶！等下谁倒就蹲谁，要不要 ？OK 啊 ，OK 啊 ，OK 啊，来啊，反正武士是近战，他应该最早倒。谁倒了？谁倒了？谁倒了？我、哦、这个，哎、欸，淹死了，淹死了！快点，我来了，快蹲！哎、不要救，不要救 ！OK， 哈哈哈哈哈哈！那个啊，有点，死了！啊你们俩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哦，又死了，看他没倒哎、欸，蹲个屁呀！快救我！哈哈哈哈哈！气死我了！爆！哎呦，我怎么没拉起来？啊！哇哇！侮辱的味道，我闻到了。意外，那是意外。你完蛋了。